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抽脱帕时间到了，这次我没有抽净流，那我们想说来抽一个脱帕的追击队，抽一个未来吧。上一次其实我有小抽一些些哦，其实主要是为了抽停云啦，所以前面大概有垫到了55抽左右哦。为了抽停云，就抽到5星而已，还没有满命。想说如果可以直接抽到净流的话，那就很好；没有的话呢，也可以顺便垫一下这个脱帕的卡池。那我们要来咯，我们离小保底呢就只剩下45抽了，所以这50抽内一定会有一张5星，到底会不会歪呢？那这是贵乃芬，其他这个角色卢卡我好像也没太用到，都是这个豆子队。然后我们的树伤已经满了，树伤后来就没再用了。来吧，还抽到光锥还不错哦。再来第30抽，哎，有了有了，这个光没有错，这个残像，这个音乐。来咯，我们小宝地前不要歪耶，这个是85抽，看一下是什么呢？应该不会歪，如果歪的话歪克拉拉，拜托。来了哦，巡猎没问题，抽到了托帕，你的帐帐一次抽2只赚耶，小宝前没歪，精准的抽到了，太好了。哇，后面还直接抽2只4星，很赚耶。哇，我们最近的抽卡运也蛮不错的，上次抽浮旋呢也是很好运哦。那如果抽到帐帐呢，不抽他的专属光锥好像说不过去。光锥我们上次有抽浮旋的，也是很快就抽到，那所以我们前面这只有7抽的垫底，那来试试看咯，我们的光锥10连抽，来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中了，第10连抽而已耶，这个才17抽内耶。哎，不会吧，我最近运气很好哎，我们抽这2只运气都很不错，但是会歪吗？哦，直接第一张就中了，等一下，烦恼着，幸福着，可以有这么幸福的烦恼吗？第一抽就中了，我刚如果单抽那就直接收工哎，好扯哦，我这个光锥运怎么这么好，还有抽到一个4星的。天呐，我们这样加一加呢，我们只花了40抽就毕业了。刚算一下呢，我们脱帕呢是第22抽抽到的，那我们的光锥呢是第1抽就抽到了，所以我们只花了23抽哦，就把这个脱帕0+1给抽了出来，好扯哦。我们的帐帐可以帮我们找宝藏哦，这个我在这里宝藏还没什么拿，所以它的这个搜寻范围它自动的哦，哎，它突然想到了。是有冷却时间吗？想到这边还有宝箱哦，他其实追的距离蛮远的耶，只要在附近他都可以详细的带你到这边来，还不错。虽然大家可以看那个地图去找，但是有这个也是很方便啦。超级好运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也能抽到你想要的角色喽。